Real TV 推出全新实况娱乐节目《真 PK Trip》，由火火同李建文主持。今次更加将变态程度终极升级。上一集讲到，主持火火同 KP 冲出录影厂，远赴巴西，同巴西靓女互动玩游戏。两个透过夹、摸、闻接触三个靓女，估佢哋嘅职业，赢咗就可以进一步同靓女相处啦。最后 KP 顺利赢咗个游戏。当 KP 天真以为自己可以同巴西靓女零距离接触，其实噩梦先啱啱开始咋。因为一切都是火火同剧组精心设计的大阴谋。剧组怎会感激 KB 啊？这三位巴西靓女原来是人妖， KB 自知大事不妙，可惜一切都太迟了。本来 KB 只是想同三个靓女坐低倾倾偈，不过火火又怎会放过佢啊？一开始只是 Sheriff 下，之后火火透过蓝牙耳机遥控三个变性人，怂恿佢哋锡 KB， 更加将行动升级，除 KB 条裤，搞到 KB 劲尴尬啊，就是阴公猪啦。